好，今早我要分享的信息主题就是释放信心的大能，释放信心的大能。那弟兄姊妹听到这个信息主题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们会说，哎呀，我的信心不大，哎呀，我的信心很小，哦，我没有什么大能可以来释放的。可是今天让我们来听听主耶稣怎么的来向我们说话吧，让我们来听听主耶稣怎么的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吧。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，哦，这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在第十九节，这里发生的事情就是，哎，有一回耶稣在山上的时候，带着三个门徒在山上，那在山底下，那剩下的那九个门徒呢，无法把一个被鬼附身的小孩呢，把那鬼给赶出去。然后耶稣下了山，然后就一声命令，就把那鬼给赶出去，那小孩就得了释放。哦，感谢神。然后那他的门徒就来问他，问他什么呢？在第十九节所说的，哦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二十节，耶稣就回答说，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的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哦，然后你继续读下去之后呢，哦，耶稣也提醒他们，哦，在属灵上，哦，要追求，要进食，要祷告等等。那这里重点就是，哦，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在山上的时候，在底下的那九个门徒，哦，耶稣不在身边的时候，可能呢灵性上就有一些，哦，妥协，就有些代谢了，哦，在灵性上，哦，就没有那么的火热了。然后当面对需要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目不再是在耶稣身上，而是可能是在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恩赐身上了。那他们赶不出去，可是呢耶稣就要教导我们这信心的功课。因为信心呢就好像一粒芥菜种，那芥菜种子呢是微小的，但是它是活泼的，它是能够成长的，而它成长可以成为一棵大树的。而这里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，我们的信心真的不是在乎有多大，而是在乎我们的上帝有多大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哦，你的信心如果在正确的对象，那就能够产生奇妙的大能。今天哦，不在于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大，你说我的信心小，但是你的上帝大不大，那才是重点呢。想想如果你的信心很大，但是你所依靠的对象其实呢却是那微小的，其实却是那死的，其实却是那假神的话，那请问你的信心再大又有什么用呢？哦，在街头，在市面上，你可能你也听过一些江湖骗子，有没有？哇，就蒙骗人说，哇，这是什么什么奇妙的石头啊，是吧？我能够医你的百病啊什么的。然后有些人就上当，是受骗，哇，哦，就把钱掏出来给了这些骗子。那他们掏出钱的时候，就他们对这块石头啦，对这个人所说的有了信心，哦，信心很大，大到他掏出他的钱给了他。可是他信心再大有什么用？这是骗人的，这是假的。所以信心再大，对象错误的话，那你的信心没有用。可是今天，哦，当我们相信的是真神上帝的时候，哦，那又真又活的上帝，那全能伟大的上帝，那你说我信心小，可是你认定他，感谢神，那再微小的声音，好些再微小的信心，好像一颗芥菜种子，可是在上帝身上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哦，就凡事都能够，就哦要看见奇妙的大能发生。而且哦，让我们的信心也像是芥菜种子一般，是活的，是能够成长的，那很重要啊。所以不要说我的信心小，然后就一直小下去。我们信靠神，我们会经历它，我们越经历它，我们就要越要成长啊。就像那粒种子，如果它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活的种子可以栽种，栽种了它会成长。
哦，他会成长成为一棵大树，让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认定上帝 ，Amen。哦，我们信靠耶稣，而我们这个信心是活泼的，是可以成长的，就好像那一颗种子，这种子栽种了，它要成长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信心也要栽种，怎么栽种？哦，这里说的就是要释放出来。哦，我们的信心如果收在心里面。啊，收在心里面。啊，你说，哦，我心里面相信，我心里面相信。可是呢，哦，你心里的相信，只是你自己心里面想想罢了，你没有把它给释放出来。所以呢，哦，虽然这信心，哦，能够看见，哦，上帝的奇妙大能，这个信心能够看见上帝无所不能的作为，但是你没有释放出来，只是在心里面想想，结果你说我看不见神迹，哦，我看不见祷告的答案，我看不见哦上帝的作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信心要被释放出来，就像那个种子呢，哦，不能够收起来，哦，你要把它给栽种下去。而我们的信心也要按着上帝的应许，哈利路亚，释放出来。那你说怎样子的来释放呢？那在第二十节，在第二十节呢，我们再一次看第二十节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我们是要这样子的哦，来释放，来释放这个信心。留意经文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的。这里你留意，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要怎样释放你的信心，你看见没有？其实呢，就是在那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看见没有？哎，你相信，可是你的信心不能够收起来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开口来宣告，你要把它说出来，你要把它给释放出来，就是对这座山说。也就是说，你向这座山来发出哦信心的言语，来发出信心的命令，那你的信心就要彰显出来。那一会呢，我们会更进一步的来分享，来教导。但是这里你记得几个星期前，当我谈到我们要跟上帝连接的那个信息吗？哦，我们的生命要跟上帝连接。那我们用了一个比喻，什么比喻呢？记得吗？就是电灯，电灯要发光，对不对？可是这电灯怎么能够发光呢？首先它必须要插电，它要跟电源连接。可是连接了，你还有一个步骤，什么步骤？你必须要打开开关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连接了，可是没有开那个电源的话，那它仍旧不会发出那个亮光。所以插电，然后开关，那你才能够看见这个电灯呢，就能够发光了。那我们谈到我们插电代表的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哦，我们要跟上帝连接。我属灵上来说，我们要认识上帝，信靠上帝，属灵上重生，而且呢每一天每一天亲近神哦，与神有美好的团契，有美好的交通，并且呢我们懂得祷告神，信靠神，我们连接上帝，那就是插电。但是呢你必须打开信心的开关，你不打开的话呢，哦，那你虽然插电了，可是呢你在生活中你看不见神的作为，在生活中你看不见神的帮助。你说为什么？这里呢耶稣就告诉了我们答案，耶稣就教导了我们，原来信心的言语释放信心的大能，信心的言语释放信心的大能。言语，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所说的话真的能够释放信心的大能。你要晓得，信心是在你头，信心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信心能够表达出来，而且它也必须要被释放出来。怎么释放呢？哦，就是透过我们信心的言语的宣告。那信心与你宣告了，那感谢神，神的能力流露彰显，我们的生命要经历上帝的作为，我们的生命要发光，归一切的荣耀给上帝。今天上帝的子民真的必须明白和应用这言语的
大能。上帝的百姓真的要明白，我们所说的话，他所带作的权柄，他所带作的力量，他所带来的影响。上帝的子民真的要明白，也要应用这言语的大能。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就说，哎呀，说话言语有什么了不起，让我们从神的话语来明白吧。原来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言语的影响是那么大。为什么呢？首先你所说的显明你心里面的状况，你所说的显明你心里面是怎样子的呢？我们看不见，我们看不见你心里面在想什么，我们看不见你心里面的情况是怎样，你心里面有没有信心，我们看不见。但是透过你的言语，我们就能够知道你内心的情况。这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所说的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会讲着呢说出来。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会说出来，会流露出来。所以你的言语呢，就是显明了你心里面到底充满了什么。当然这不是偶尔的一句话罢了啊，当然我们记住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可以口是心非，我们可以说一些假话，我们可以说一些不代表内心情况的话，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们说的是全面的、整体的，一个经常性的，就是你来审查你自己，经常性的你都说些什么话，那你就会知道你心里面情况到底是如何。那如果我们经常说的都是一些抱怨的话，我们既然说的都是一些怀疑的话，既然说的都是一些苦毒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那表示说我们心里面充满的就是抱怨，心里面充满的就是不幸，充满的就是苦毒了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感恩的话，不管环境如何，我们还是在感恩，我们还是在相信，我们还是在宣告神的作为，神的大能。那表示说我们心里面充满着信心，充满着感恩，充满着对神的期盼呢。是的，我们的心就像一块海绵，一块海绵。那一块海绵，如果你不把它挤压的话，你头的那个水不会流出来。你挤压了，它的水流出来，你才知道它里头呢是什么颜色的水。我们的心就是如此，被挤压了，你才会知道里头到底是什么。人生的苦难，生活中的问题，会挤压我们的心。当我们的心被挤压的时候，是什么从口里流露出来呢？是埋怨，哎呀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我们就抱怨，还是不相信，还是很多的灰心，很多的沮丧啊，等等。我们的心被挤压的时候，口里就流露出我们内心真实的情况。就要比以色列子民，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可以是兴高采烈的，可是面对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，他们被挤压，口里流露出，哎呀，就怀疑了，就抱怨，甚至要用石头打死摩西了。等到过了红海，他们唱诗歌赞美诗，感谢主，当然要欢庆。可是重点就是说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表达了你内心真正的那个情况，那让我们呢的内心真的要改变，弟兄姊妹，内心真的要改变。等到问题解决了，唱诗歌当然要唱诗歌，可是在问题没解决之前，就相信神吧，哈利路亚，就开始感恩吧，就开始赞美吧，让我们呢改变我们的心，打从心里面要来信靠神，仰望神，问题会解决，哈利路亚。还好有摩西，在这200多万人里头呢，就一个摩西仰望神，认定神，祷告神，结果红海分开。那今天
不要等着别人来信靠神吧，今天你就来信靠吧，今天你就来信靠，你就来祷告吧，今天我们一起来信靠，一起来祷告吧，让我们一起的得胜，一起的度过生命中的红海吧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我们口里面到底在说些什么呢？它就反映出我们心里面到底充满着什么。所以我们的言语很重要，它会显明你心里面到底是有什么。而且第二个方面，我们的言语呢，不只是显明，而且呢，它也会决定你生命的方向，它也会决定你生命的方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圣经这么说。你还记得雅各书第三章吗？雅各书第三章就教导我们说，我们的口舌，什么口舌？就是我们说的话，我们的言语就好像是马的绝环，就好像一艘船的那个舵啊，掌舵的可以控制它的方向，马的绝环就能够来控制这一头马的方向。而雅各说，我们的口舌就是我们说的话，会控制，会决定你生命的方向呢。的确，刚刚我们说，我们说的话显明内心的情况，而且呢，当你说出来之后，你说了就有人会听见。谁会听见？第一个听见的就是你自己，当然别人也会听见呢，你也会影响别人呢。但是现在我就先说一说我们自己吧。当你说了，你自己听见，你越说，你更加的巩固了你心里面的那些想法。哦，你越多的抱怨，越多的灰心，你就更加巩固你内心的那些灰心，那些不相信了。而你越是巩固，那你就越是好像编写电脑程序般，机器是死的，计算器是死的，可是你编写的程序它就按着去行。同样的，我们说的话，我们说出来了，我们只说，哎呀，我只是这样说说，但是你在说的时候，你在影响着你自己，你在影响着你的脑海，你的思想，哦，你就造成你的潜意识里头，哦，你的潜意识里头就会按着这个方向去行了。哦，就会按照你所说的去行呢。你越说，你就会越是如此。你说的越多，你自己听的越多，他就控制住你的方向，好像那绝环一般控制住你。你说，哦，我要相信神，可是你口舌里面一再的充满那些不幸、灰心、沮丧的言语。说你虽然你以为说，哦，我是要相信神的，可是你越说，你的潜意识里面就按着这个不信、怀疑的方向继续的往那边跑了。所以你的生命会受到你的口舌、你的言语的影响。我们的言语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方向呢。是的，哦，就好像电脑编写程序一般会影响我们。所以你竟然说失败的话，你竟然说哎呀死了，那我们华人竟然很爱说死的这一句话，是吧？哇，我累到要死了，是不是？没死都给你讲到死了。这里我不是说关于迷信，不是，这不是迷信的问题，而是呢，你当你说这些消极的负面的话呢，你就是在影响着你自己的内心。你不是在建立信心，你是在摧毁信心。那人非有信，怎么能够讨上帝喜悦呢？今天你要做的是学习怎么建立信心，而不是让你的口舌呢一再的拆毁，一再的摧毁你的信心呢。所以在箴言，哦，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在十八章第二十一节，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：“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”生死、生命或者是死亡，在你舌头，就是你的言语，你所说的话的权柄之下。哦，圣经有夸张吗？没有，圣经说的是真实的真理。哦，告诉我们，你的言语所带来的可以是破坏，也可以是建立，可以是带来死亡，也是可以带来生命。喜爱他的就必吃所结的果子。所以你的言语就像一颗种子，你说了就好像你栽种了，
栽种了它会成长。有时候并不是即刻的就看见它的果效，但是它的确在成长。你说了就栽种了，它会结出好的果子或是坏的果子。哦，是信心的果子还是哦不信的果子呢？哦，是健康的果子还是疾病的果子呢？你所说的你就栽种了，然后你就会吃这个果子，它会对你生命带来了这样的影响，也会对你身边的人带来这样的影响呢。所以我们常说，哦，做父母的小心你怎么对孩子说话。哦，你说我只是一时情绪不好，哦，只是随口而出的一句话，但是那句话会对他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呢？在自然上带来破坏，在属灵上更加是带来了破坏，让我们不是带来破坏，而是带来建立，哦，带来建立，带来信心呢。所以你有没有想过，会不会，有没有可能，或许在这时刻，你生命中的许多问题，其实是由你的口舌所造成的。有没有这个可能？想想，想想圣经的真理吧。如果我们的口舌不改变的话，我们一再的说的那些话，其实一直在摧毁着自己，摧毁着你的健康，摧毁着你的喜乐，摧毁着你的信心呢？所以有没有可能，你所面对的很多问题，就是因为这过去累积下来你的言语所栽种的不好的果子，不好的果子，今天你在吃这些不好的果子，哦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来想想，我都在说些怎么样的话，我都在说些哪一方面的话。然后呢，让我们真的要改变吧，让我们真的要改变吧。我们不能够一面一直在说苦毒的话、抱怨的话，然后期盼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喜乐。你不能够一面在说哦那些消极不相信的话，哦那些缺乏的话，然后一方面又希望说哦你生命充满着富足。你无法一方面在说着那些疾病啊、死亡的话，然后呢，心里你又期盼你的生命会充满着健康哦、活泼能力呢？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言语。那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能够啊来承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，当然可以承认。你不承认的话，那你怎么祷告呢？你有病的话，你当然要承认说，哦，我有病，我需要祷告，为我祷告。当然这是对的。那我说的是，你承认了，啊，你祷告了，你甚至可以诉苦，当然可以。但是你要记住了，如果你一再的都留在这样的问题里头，所以我们面对现实。所以言语的能力并不是说，好了，我们讲一些虚假的话，有明明有病，没病，那你是自欺欺人，这样子的帮不了你。明明呢，你面对个缺乏，哦，你不要说，你不敢说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够为你祷告。我们面对现实，但是不要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，明白了吗？所以，当然你有面对问题挑战，你可以跟弟兄姊妹、跟好朋友来分享。来诉苦，但是如果你一再的留在这诉苦里面，留得久了，你出不来。我再说一次，哦，你诉苦，当然你得到同情，是不是？你得到同情，得到鼓励，得到安慰，那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你一再留在你的诉苦里头，你出不来，因为你一再的说，你一再的说，你一直在影响着你自己的内心，你的内心，你得到了同情，可是你得不着自由。因为你留在了这问题里头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分享，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，我们分享，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彼此祷告。但是我们不是停在那边，我们祷告了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会看见神的作为。所以我们不要留在问题里头，我们要走出来，我们不要集中注意力在问题上，而是集中注意力在上帝身上。哈利路亚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得胜，感谢主。因此我们面对现实，
但是不要留在这现实上，要留在神的应许上。感谢神，所以我们的言语都在说些什么呢？让我们呢，改变我们的言语吧，改变我们的言语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了。感谢主，所以哦，你希望你的生命是怎样的？那你要开始讲哦，信心、圣经应许的话语，那我们的生命才会看见哦奇妙的改变。感谢主。所以你是否活在过去言语的负面影响之下呢？可能现在你正在吃着过去的不好的言语的果子呢。那怎么办？有好消息，你不需要继续留在过去的影响之下，今天你可以让更高权柄的话语呢来消除这些不好的影响。你可以让更高权柄的话语，什么是更高权柄的话语？来自哪里？来自圣经，来自我们的上帝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人的言语，神告诉我们说你的言语大有影响力。那你要怎么样子的哦，来改变这个呢？那你就需要更高权柄的言语，那就是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的言语必须是信心的言语，根据上帝的应许，那你就能够释放信心的大能。在约书第三章第十节，约书第三章第十节提到说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让软弱的说我得刚强。阿们。是的，因此今天让我们来相信神，让我们来宣告吧。哦，让贫穷的宣告我有富足。是的，让那瞎眼的宣告我得看见。哈利路亚。让那有病的宣告我得医治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神的话语，大能的应许，我们要来说，我们要来宣告这信心的言语。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言语，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。那你说我要怎么改变我的言语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要改变你的言语，从哪里学习呢？最好的学习就是来自世界上最好的语言课本，那就是圣经。是的，从圣经来学习这全新的语言吧。那这里我说的不是学中文学英文哦，当然有的人呢，比如说哦，在中国用英文圣经来教导他们英文，同时借着机会传福音，当然可以。但我这里说的不是从圣经学中文还是学英文，我说的是学信心的语言。哈利路亚。学祝福的语言，学大能的语言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你的生命哦，你的生命要有健康，要有富足，要有成功。哈利路亚。从哪里来？从圣经而来。圣经的话语是信心的话语。阿们。圣经的话语是大能的话语，哦，是成功的话语，是祝福的话语。哈利路亚。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吧，来改变我们的语言吧。感谢主。因此呢，我们的言语真的很宝贵，因为你所说的首先显明你内心的情况，而且你所说的会决定你生命的方向，你是走向信心还是走向不信。你的言语有这样的权柄，有这样的能力。而感谢主，我们明白了，那我们也看见第三个要点，就是你的言语能够释放你信心的大能。哈利路亚。今天让我们说信心的原理，也就释放出这信心的大能。感谢主。刚才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提到，哦，你向这座山来说话，还有在别处经文耶稣也是重复了这宝贵的应许呢。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二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上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
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感谢主，这里耶稣再次告诉我们移山倒海的信心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我不打算移山，但是在你生命里面是否有哪一座困难的山挡在你的面前呢？哦，可能是哦这钱财缺乏方面的山，可能是哦生活困境的山，可能是家庭关系不和谐的山，可能是疾病的山，可能是死亡的山。总之不管是什么山，不管这座山有多大，是喜马拉雅山那么大，重点不是山有多大，重点是我们的上帝比任何的山都大。哈利路亚！重点是我们的信心要在这位无所不能的上帝身上。而且你留意，这里耶稣说的是什么呢？你要向这座山说。哇，这是何等的信心，何等的权柄。而这一句话不是给某些人罢了，而是给每一个信徒，就是教导我们祷告的功课。祷告是的，我们向上帝祈求，但是祷告有不同的层面，不同的方式。那今天耶稣就是要教导我们，不要只是懂得哀求，不要只是懂得祈求。是的，我们向神祈求了，我们的信心要起来，信心起来，上帝说好，你去向山说话吧。就像摩西面对红海的时候，摩西对神说：“神啊，救我们！”神给了他应许。神叫他信心起来，然后神叫他做什么？你要伸出你的拐杖，那个牧羊杖，然后呢，神迹要发生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去面对你的困难。是的，我们向神祷告，神啊，我有这个疾病。可是你在祷告中，你凭信心，哦，你看见神的应许临到，你看见健康临到，然后呢，哦，你要来命令这个疾病离开。哈利路亚！当你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不再是你自己，而是根据神的话语，根据神的权柄。所以这里耶稣说，哦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勇敢。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给你权柄，我给你能力，你要去向这座山，你要去向这个疾病，你要去向这个问题来发出命令的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，你留意有几次神叫我们来跟这座山说话。这里说你要对这座山说，哈利路亚，你要向山来说，你要向山来发出命令。而且呢，你心里面不要疑惑，你要相信什么？他说的必成。所以信心，然后你口里面要宣告出来，你口里面要把它给释放出来，不要只是心里面想想。你心里面想想，你的信心哦是沉默的，你的信心是隐藏的。神说你的信心要把它释放出来，你的信心要把它宣告出来。所以让我们这么明白吧，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，就是停止向上帝抱怨和诉说你的山有多大。我们经常就停留在这个层面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大人我们要祷告，我们祷告，然后我们在祷告中，我们说神啊，这座山很大。可是你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层面，你祷告的，你的信心要起来了，然后呢，你带着这样的信心，带着神话的应许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开始向那座山，哈利路亚，你要向那座山来发令，发令和诉说你的神有多大。 Amen。 是的，向这座山哦来宣告，来发命令说，你离开吧，哦，疾病离开吧，是的，苦难离开吧，缺乏离开吧，哦，是的，因为我的上帝比你还大，耶稣的名字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字，超越这个疾病，超越这个困难，耶稣的圣名，哈利路亚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字，奉主的名，疾病离开，苦难离开，奉主的名，哦，祝福临到。是的，这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言语的大能，言语释放信心的大能。感谢主，不管我们面对什么，让我们明白，我们心里要相信，可是我们口里真的要宣告出来。
，你不只是信，你要相信，而且你要相信你口里所说的必要成就。是的，因此我们祷告，首先祷告我们就要宣告出来，而且祷告了我们还要向困难向问题来发命令呢。感谢主，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所给予我们的原则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，我们经常引用的就提到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呢？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心里面要相信，口里面要承认，心里面相信，感谢主，当然要相信。可是相信了，就好像插电了，可是开关有没有开电呢？要开电，怎么开电？口里面要承认。是的，那口里面承认了，就可以得救。而且这里不关乎是得救罢了，实际上得救是一个很丰富的、很富足的一个福分呢。神拯救我们是全人的得救，灵魂体的得救。首先当然是灵魂的得救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得救，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也要得救。是的，因此呢，我这里说的就是，我们得救，口里承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我们需要医治的话，怎么得着医治呢？同样是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而我们需要神的供应，那怎么得着供应？同样是心里要相信，口里呢要来承认。那什么是承认呢？承认就是说同样的话，承认就是赞成认同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口里承认，承认什么？我们承认的就是上帝的话。我们承认上帝的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的话说同样的话。这不是绕口令，这里说就是圣经怎么说让我们就怎么说。而且这里说的不是重复罢了，不是只是背经文然后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没心，不是，当然不是如此，而是发自内心，心里相信，口里面说出同样的话，说出什么？信心的话，圣经的话，上帝的话。我们赞成，我们认同上帝的话，我们心里面要相信，心里相信了，口里面把它宣告出来，承认出来。感谢主，那我们跟上帝说同样的话绝对不会出错。阿们，是不是？我们跟圣经说同样的话绝对绝对不会出错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我们说圣经所说的话，圣经怎么说让我们就怎么说吧。只要我们口里的原理，口里的承认和上帝的话语一致，我们就释放上帝的大能进入到我们的境况里面，我们就要得着帮助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承认，我有病，我需要祷告。那我们祷告了，我们宣告什么？我们不要停留在有病有病有病，而是我们进入到圣经所说的。圣经说什么？因着他的鞭伤我得着医治。哈利路亚。然后我相信，然后我口里开始宣告的就是奉主的名，我得着医治。奉主的名，这个疾病离开。哈利路亚，不准再回来。奉主的名，我得医治。哈利路亚。心里面要相信，口里面要承认，神迹就要发生。你需要财务上的供应吗？你需要神为你开道路吗？同样的，我们看见有这个缺乏，我们承认，首先承认有缺乏，然后我们祷告，祷告了，我们要承认神的应许，而不是只是承认问题。一直承认问题，你就一直留在问题上。我们还要承认应许，什么应许？照作我的神必照作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荣耀丰富，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一切的需要。哈利路亚。这是我心里相信，我口里面要承认的，我口里面要宣告的。而的确按着神的话语，我说这样的话语。因此呢，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原理吧，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口舌吧，让我们说信心，说圣经，说上帝的话语吧。
我们的生命就真的要看见神的应许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祷告的信心要起来，阿们，信心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向我们的问题来发命令吧，让我们宣告神的应许吧，改变我们的言语，多一点的信心，多一点的盼望，哦，多一点的神话与应许的大能，你的生命真的要不一样。韩国赵恩金牧师说过这样的一个见证，好多年前他教会有个姐妹患了喉癌，就是他的咽喉呢长了一个肿瘤，而这肿瘤呢，哦，就是这个癌细胞很严重，然后就在夺走他的健康，要夺走他的性命，而且呢也影响到他的说话，所以哦，这个姐妹就来找赵牧师祷告，然后可是他就充满做很多的抱怨，很多的这个嘴上很多的不相信，他来找牧师祷告，牧师祷告了哦，然后改天他一回来说哦。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祷告没有能力哦，魔鬼比你能力还大哦，祷告了，可是我没好，你看我还是这么痛苦。然后，而且他讲话讲得很吃力，很痛苦，所以一面很吃力的这样说，一面的在抱怨。所以，做牧师为了祷告了，可是他不是带着信心，不是带着喜乐，不是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而是等着神迹发生，等着你的信心彰显。”回去啊，没有得医治，又回来抱怨赵牧师啊，你没有能力啊。结果后来赵牧师说：“好，我不为你祷告了啊，你都一点都不相信，你就只是来抱怨，我不为你祷告。”可是那个姐妹又来苦苦哀求牧师啊，我要死了，啊、求为你为我祷告。那牧师又说：“哎呀，可是他说他心里面祷告说：圣灵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帮助这个姐妹？他心里面充满着。”哦，他口里面也充满着这怀疑，这不相信，这抱怨，怎么帮助他？哎，圣灵就给了他一个智慧的言语，然后他就对这个姐妹说，你知道在那边他们有一个祷告山，啊，所以在祷告山上可以去山上去进食去祷告，所以他就对这个姐妹说，姐妹，我要你带着一大叠的这个记事本，还有带着好几支笔，你上祷告山去，然后接下来你就在记事本里面抄写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，因着他的鞭伤我得医治，而且我要你每抄写一遍你要把它读一遍，抄写一遍读一遍，你抄写了一万遍之后呢，你才来找我，我就为你祷告。哇，那个姐妹无可奈何，好吧好吧，因为她说我要牧师的祷告，于是她就真的这么做了，于是她上了祷告山，哦，在那边抄写哦这经文，因着他的鞭伤我得医治，然后她因为她的这个喉咙嘛，然后她就很吃力的就把它读出来，可是她就在抄写又在读又在抄写又在读，哇，她整整花了几天呢？他整整花了十天，他整整花了十天的功夫，终于抄写了一万遍。哦，然后他就带着那些记事本，很兴奋的，哦，就从那祷告山上下来，就又去找牧师了。哇，去到牧师办公室，哇，就冲进去，就很兴奋的说：“赵牧师，赵牧师，你可以为我祷告了，我已经完成了这一万遍了。”然后赵牧师看着他，他说：“你的声音怎么了？你的声音怎么了？因为之前啊，那个总领员跟我讲，哇，很吃力，很吃力啊，哇，说得很辛苦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刻，他讲话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了。哎，他牧师这么说，那姐妹忽然间才发现，是啊，哎，我现在讲话很流利，没有阻碍的。他一摸，哎，肿瘤不见了，哇，在抄写，在宣告的过程当中。”神为他行了神迹，于是他就去找医生，给医生检查。医生检查之下，医生很压抑的说：“很奇怪，很奇怪，你的肿瘤、你的癌细胞完全不见了。”而那姐妹就完全得着了医治。而那天，她也学习了一个宝贵的信心的功课。
为什么之前看不见帮助？为什么之前那么的痛苦？因为心里面充满着抱怨。哦，面对问题的时候充满着抱怨，口里面也开始抱怨。在抱怨之中还有信心吗？在抱怨之中还有盼望吗？虽然祷告，哦，求牧师祷告，可是在祷告当中却一点信心的回应都没有。可是当他在抄写经文的时候，不是抄写，秘诀不在于抄，不是今天不是说好那我也去抄写，秘诀不是方法，秘诀是那个原则，原则就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灵里面。记得上个礼拜所分享的吗？神的话语，哦，不要只是留在脑海里面，要进入到心里面，要进入到灵里面。那怎么进去？太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读经，太多时候我们读一读就放一边了，我们看电视，我们看手机，看得更多，是不是？你花五分钟读圣经，可是呢，看看电视，看手机，可能花了500分钟，是不是？一整天里头，我们听人说话，听这个说话，可是我们有没有听神说话？所以呢，哦，我们要多听神的话语，进入我们的心灵，然后而且口里面把它宣告出来。是的，口里面宣告出来。当你的口舌充满神的话语，哦，你认同，你赞成神的话语，心里相信，口里面也要承认它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要被释放出来，释放出来，就好像哦，你开了电源，你开了电源，哦，这电源的能力哦，就充满你，充满你，你就发光了，哈利路亚，你就为主发光了，神迹就要临到了，哦，祷告的答案就成就了。是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哦，这是真真实实的，哦，圣经的原则，信心的原理。释放信心的大能，而且是移山倒海的大能，哈利路亚。我再跟你分享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名叫 Stanley Jones 的卫理公会的宣教士，在1973年的时候回天家，但在那之前呢，他在印度做宣教士，然后哦，在印度为主呢，哦，打了一场美好的属灵的征战，然后有写了很多很多的著作，对印度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服事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。那当他在1971年的时候，那时候他87岁，那他在印度的服事，哇，非常非常的劳累，然后有些时候一天呢要讲7-8堂道都有的，所以到处为主奔波，为主传福音。在87岁的高龄，他仍旧努力的在为主奔跑，然后在87岁的时候，在操劳当中，忽然之间呢，就脑溢血，就中风，就进了医院。那在医院的时候呢，他就失去了言语跟行动的能力，因为脑溢血的缘故。可是他还是清醒，还是有知觉的，他无法说话，他就只能用写的来沟通。那我们刚刚说哦，言语的能力，可是说不出话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说不出话就完蛋了吗？也不是，你说不出，你可以写得出，哈利路亚。而且呢，哦，他找那些护士们来帮他的忙，他写下来，请护士们帮他一个忙。帮他什么忙呢？他要护士们每一次见到他就为他说一句话。什么话？那一句话就是奉耶稣的名字你起来行走。那些护士很多都不信的，可是呢，哦，他们在那请求之下，好，就答应了他。然后他们在那边偷笑，哎呀，说这个人好奇怪，可是他们就真的这么做。每一次哦，来到病房中看见这位宣教士的时候，就为他说这句话。那他们说的时候神志都没信心，可是当他们说的时候，这位宣教士他可以听啊，是的，他可以听啊，而话语带来了力量啊。所以每一次护士就说奉耶稣的名字你起来行走，哇，他就在心里面，哦，他无法开口说话，可他心里面相信，他心里面来回应，哦，他心里面来呼求上帝。结果呢真的很奇妙，你知道吗？过了不久他就真的恢复了，恢复了言语的能力，恢复了行走的能力，哈利路亚。哦，那绝对不是偶然的，哦，那就是言语所释放的信心的大能。他自己开不了口，他请求别人帮他来开口。
但是你可以开口，你自己要开口，阿们。而这位宣教士87岁的高龄，从中风当中站起来，他又回到印度，因为当时发生是在国外，然后他一恢复的时候，他就回到印度继续为主传福音，并且还写了一本书，就是他写了好多书籍。那在那最后一年的时候，他还写了一本书。然后呢，在1973年，他89岁高龄的时候呢，才回归天家。那我要所说就是，弟兄姊妹，的的确确改变你的言语，改变你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你要学习说信心的言语，释放信心的大能。阿门！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。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站立。哈利路亚！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沙卡兰多鲁布西里安达拉巴山代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沙卡兰多鲁布山代，当我们大家一起站立的时候，哦，是的，今天我们听见了圣经的真理，圣经的原则。哦，说话乃是我们每天平常都在做的事情。哦，我们不经意。以前我们不明白，我们就这么说。哦，常常呢，我们心里怎么想，心里面充满了，我们就说了，哦，就说了，哦，不高兴就说了，有情绪就发泄了，哦，然后常常在我们 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对身边的人，对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就按住我们的情绪，按住我们的心，我们哦就说了，我们没有考虑到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说的话所带来的后果，是带来安慰。还是带来伤害呢？哦，是带来建立，还是带来拆毁呢？我们就这么说，我们以为说了就算了，但是说了，你影响了别人，也影响了你自己。哦，你越是留在这些不好的言语里头，你的生命就越卡在里头。今天，哦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今天你要看见神的作为，今天哦，你要你生命改变，那改变你的原理吧，改变你的原理吧。怎么改？回到圣经吧，圣经就是最好的语言课本。哦，教导我们信心的原理，信道来自听道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是的，来自神的话语。哦，我们回到神的话语，多说圣经的话语，多说圣经的应许。在面对到问题的时候，哦，我们来宣告圣经的应许吧，上帝的应许。不要老是描述那个问题，我们一直描述问题，一直在说这个问题，我们越说我们就越 没信心，我们越说我们就越卡在那边。我们面对这个问题，可是呢，我们更加要诉说神的应许，神的大能，神的大能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停止抱怨，我们停止抱怨这座山有多大。今天我们向山来发命令，我们向这座山来说，我们的上帝有多大？哈利路亚！哦，是的，我们向神举起我们的手。哦，是的，这是信心的手，这是灵兽的手。Kilion daraba kashandai， 哈利路亚！是的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今天你的话语进入了我们的心。是的，圣灵啊，我感谢你。哦，圣灵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说话的是你，动工的是你，哦，高摩的是你。在这时刻，哦，圣灵，你已经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眺望信心。是的，弟兄姊妹们的心向着你敞开。哦，是的，这信心的原理好比一颗种子栽在他们的心里面。哦，是的，今天我祷告，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，结出美好的果子。哦，我也祷告今天的话语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。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只是心里面相信，我们口里面要承认，口里面也要诉说，诉说神的伟大。哦，诉说神的荣耀，诉说神的作为。是的，让我们多一点的描述神的大能。哦，少一点的留在我们自己的诉苦里头。感谢主。
哦，在这时刻，哦，我祝福每一位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让我们哦在信心中，在信心中站立起来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拜托这过去不好言语的束缚，让我们进入到耶稣的丰盛，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主啊，我也祝福祝福你的百姓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宣告。靠着耶稣的鞭伤，哦，弟兄姊妹的病痛得着医治，完全得医治，一切的软弱离开，一切的疼痛离开，一切的肿瘤消失，哈利路亚！一切的感染完全的康复，哦，一切的内在器官的问题，在这时刻得着恢复，得着健康，得着正常，神迹医治临到你的百姓身上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哦，主啊，也祝福哦我们的家人，是的，拯救我们的家人，敞开他们的心眼，改变他们的生命，拯救我们的家人，拯救我们的孩子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。神啊，也在生活中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主啊，你是丰富足的上帝，你是奇妙慷慨的上帝。我宣告供应，我宣告奇妙的机会，我宣告哦，上帝哦，敞开的门户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让我们进入富足，进入丰盛，进入上帝所赐的祝福，哈利路亚！谢谢主耶稣，哦，我们领受，是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在这时刻，让我们领受神的作为吧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沙卡让多罗波克山德里昂多罗波山代，是的，圣灵继续的动工，继续的来摸着我们每一个人，在这时刻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医治我们的口舌，是的，让我们的口舌从今天开始。转变过来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沙卡让多罗波克山丹，感谢主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要再一次的给那些还未认识耶稣的人一个机会，哦，来认识耶稣。刚才经文在讲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分享，是的，我们心里面相信耶稣，口里面来承认他。口里面来称他为救主，我们就要得救。今天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听录像的，哦，是的，哦，你要来相信耶稣，哦，得着灵魂的拯救。在这时刻，让我来带领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，就是让你可以开口向耶稣来承认他，来信靠他。哦，我要你跟着我来做这个祷告，一字一句发自内心相信的来做这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也一起的来做这祷告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相信你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，饶恕我的罪恶，改变我的生命，成为我的救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单单信靠你，我紧紧跟随你。奉耶稣的名字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简单的一个祷告，但这就是耶稣乐意垂听的祷告。哦，是的，上帝祝福你。哦，我要鼓励你，也要向让来联系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今天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，来相信耶稣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感谢赞美主。是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相信神，我们可以领受他的答案，我们也可以祝福帮助身边的人，教导他们改变口舌，改变语言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感谢神，在这时刻，我奉主的名，我祝福你。愿天父上帝的慈爱，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还有圣灵你的交通，是的，圣灵你的传气临到你的身上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上帝祝福你。我们给主一个最热烈的掌声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。上帝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。我们就此散会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